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曹大元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四届钻石杯中国围棋龙星战八强战的对局，是由范廷钰对阵谭笑。曹老您好。哎，你好，观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八强战中两位中国年轻棋手优秀代表之间的对局。对。是这个谭笑和范廷钰，范廷钰应该是您的爱徒。您对您好像对他和谭笑的成绩，然后还有个一个统计是吗？历史战绩。那个不用特别的统计，那个因为印象中谭笑应该还没有赢过范廷钰。啊，到目前为止，其实他们两个棋手之间的对局应该也挺多的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近几年的重大比赛的对局是，到目前为止是下了六盘，范廷钰全胜。哦，那我觉得这个战绩实在是不容易。不容易，这是肯定，这是很意外的一个，就是一个比分吧，对，那是不是范廷钰就是谭笑的克星呢？可以说是他的最大的苦手吧，应该说。我想谭笑也占据过我们中国等级分第一的位置，如果那个他对别的棋手不会有那么差的战绩。对啊，我觉得现在就是像他们这样的高手啊，之间的胜率就是说一般来讲都是50%。对对。那如果能保持这么高的一个胜率，实在是不容易。那他们新的一轮对决呢，又马上要开始了。那我们进入赛场去看一下。那个开赛前宣布几项事宜：一，请所有人员把手机关闭或者调为震动位置；二，比赛采取中国围棋最新竞赛规则；第三，用时时间为每手棋30秒，每方有10次1分钟自由支配时间，超时判负；四，开赛后10分钟为新闻媒体自由拍摄时间，10分钟后请自觉退场。请两位棋手拆先。现在呢是双方拆先。按惯例，一般是年长者或者段位高的一方抓子。两个虽然都是90后，但是谭笑要更比范廷钰要稍微大一点儿。对。那拆完先之后呢，交换了座位，应该是配合我们这个直播转播吧？对，因为顶镜头的方向，八强的比赛棋盘，如果等一下我想观众朋友们可以看见棋盘的顶镜头。那样应该是黑棋的方向。对。这次呢，我们的裁判长是邵伟刚老师。对。在开始之前，我觉得小范一直是很轻松的样子，因为在邵老刚才讲到这个，可能是讲赛场的一个纪律啊，这些，请大家那个关闭手机或者调成静音或者震动这样的时候，我看小范还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而谭笑呢，谭笑就一直是那样，就是正坐，感觉到确实面对这个苦手，可能心情有点不一样。相反的，小范特别轻松。对。这个应该这盘棋应该他们之间近年来的第七盘对阵。看到这个谭笑是直黑。而且站起来把衣服脱掉了。对啊，谭笑呢是西装，小范好像是便装。是吧？因为小范很少穿西装，除非是特别强调非穿不可的时候。哎，我怎么看到过很多次他穿西装的样子呢？是不是在我们山东下围甲联赛的时候？他下围甲联赛的时候好像还是很少穿西装的，除非是分站赛的比赛，有这个要求要穿正装。然后好像是他们的，是不是最近像应世杯这样的？对，他也是在穿西装。决赛的时候他该是穿的西装。谭笑开局用的是他最喜欢的中国流。然后从上边挂角。对。
现在好像非常流行白旗从这个地方来，好像限制这个中国流，并且这个小飞相当常见，相当相当常见。最早以前我们都是从这边逼住，或者从上面。最早这个小飞的话是直接挂了，现在不，这个挂也很多件。现在这个挂，然后再拆回去，这样也特别的多件。多件是。既然这样，既然白旗下了，对，黑旗挂上，黑旗就从上面挂。白旗小飞，然后黑旗再飞进来，对，白旗从这边挂，白旗在上面挂了一下，大概黑旗还是要跳白旗逼过来吗？是这么想的吗？挂一下的话是也有这样的棋，就是然后再从这边碰一个，或者是逼这种，碰也很多件。碰的话跟征子有关系，就是它搬下边，是不是？这个形状有点关系。对，那如果搬这个征子不利，是不是白棋也不是太好？应该说是断。对、啊、断的话黑棋打一下。说的征子就是吃这个，然后再吃回来，然后吃这个，踢掉，然后这个征子，这个现在呢，这边呢，显然征不掉。嗯，所以这好像碰不太成立。那就逼住，逼住也有终止关系。黑棋进角，如果逼住的话，黑棋进角。小尖。对。挡住，我虎过来。虎过来搬。然后我吃。粘上。这个争子也是有关系的。对啊，现在争子不利，我可以长。这个也可以跑，长就松缓一些。这个黑棋不太怕，黑棋。因为走这个的话，白棋补棋的话有很好的后面一手棋可以补飞或者踢掉，我觉得都挺好的。飞也行，踢也行。嗯，那这样的话下一手它不太好补了，或者说被黑棋马上就有打路。我们看他下实战的进程。哦，他这个时候啊，他是飞进角，挂这个时候他是跳，然后他是尖三三，选择了尖三三。他是希望如果你走这个的话，然后我也能飞你一个啊，一人摆一个叉。对，因为假如先下成这样的话，白棋再挂进去的话，黑棋是一定是要尖顶了。但是现在的话是黑棋对尖顶这个最顽强。啊，他是想如果白棋也长、我再拆啊，别拆啊，这是满意。但白棋肯定不能让黑棋那么满意，其实双方就是因为黑棋不满，所以他先变招。变招，对，白棋当然对，也不能如他所愿，逼住。这也是必然的，对，这个黑棋，这一定要出头，不出头的话被他被压住了。他所以是跳出了。他就这样简单的就是走，这个局部的定型也有搬一下，对，然后再拆，然后再拆二的，对，白棋也有这样的定型局部，但搬一下之后，可能黑的有可能就不在这个局部下子了。哦，白棋也就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白棋本来可以藏起来，一手藏起来。实战白棋是单下在这，被黑棋一手就二路搬了。那么这两个交换掉的话呢，有一点好处，就是对我可以打这儿，这个是先手，是。那现在黑的搬这个，白的跳，白棋跳，然后黑棋也跟着跳，跳。白棋是下边拆了一个，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定型。然后黑棋继续跳，是吧？他这个地方主要是这个头啊，他不方便过来。不、飞过来怎么样？飞过来有点歪了。这飞过来是可以，作为白棋、缓解这个什么各种断点。对对对，但是对他的魄力不大，他总是想下在这一线这一线。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着这个现场的画面。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棋盘上来看啊，就是左上角这个单关跳了四个，总觉得他这个黑棋似乎有点呆板。这个地方黑的可能从棋的效率上来讲，黑的刚才你说的这个四个单关可能稍微差一些，但是黑棋的右上角的定型非常好，效率非常好。对，尖顶柱又搬了一个。
那我们看他的实战是，实际上是他又往中间跳了一个。对，然后白棋其实小尖这个，然后黑棋扩张。扩张，这个扩张呢，我们刚才从画面中也看出，谭笑下的很有力量的把子拍在了棋盘上。对，因为他很喜欢下中国流，所以对中国流这边的定型估计他是胸有成竹。是是是。然后白棋拆，白棋拆在这，这个双方互占大场。然后黑棋把头过来，是下在这。那么之所以黑棋下在这和就是因为有这个接应，但是他这边既然都多花了一手，是不是过来也就过来？对，过来只要白棋的就是上方的，那带上这个子是四颗白棋，如果不会被攻得太苦的话呢，这个白棋应该还能满意。那白棋这个地方是不是只要是什么，比如说退一个，把这个走后了就行？这个效率太低了。啊，不肯呢？对，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这个随便这么下。实战我们看见白棋是下的这个正啊，脱先了。这个也是很有利的一手，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是起码是算有一个拆二，对吧？可能还强一些，因为一般拆二指的拆二的话，这个位置上有黑棋的，就是两边都闭紧了，白棋这一个孤单的一个拆二，现在这地方还松了一点。在某种条件下白的还有可能，真的是有可能藏在这藏回来。但是我看啊，这个因为黑棋的子力周围的比较多，那白棋呢相对来讲肯定就算薄的，不是经常说对方厚了我就薄了。对对对，但是目前来说白棋还是有做活的余地吧，不会太苦。如果这个上面白棋几个子如果被黑棋一攻就会很苦的话呢，当时白棋是要下的，不管下在哪个点上，是吧？我们看见这个地方黑棋已经出招了。对，黑棋是飞在这儿，飞正一个，这一带稍微有一点点薄，这地方白棋还瞄着这边有靠的可能性。是，对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范切的是小范，96年出生的，是谭笑93年，差了3岁。看见刚才看见画面里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景，就谭笑瞪着对手的那个眼睛瞪着对手，对，这是他的一个习惯的动作。好像对这个有很多棋手都有这样不经意的动作，是特别喜欢看对手，就是看对手的表情。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对局中有的招法就是看一下对手就能知道他内心到底是在想些什么，好像就感觉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有些棋手会有这个习惯。那您在对局中以前？我不看对手，从来不看对手。不会吧？没什么好看的，有些对手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万一看一眼的话要损好几目，这怎么办？不能看。我下棋其实我小的时候下棋喜欢看教练，后来慢慢的也会看对手。这个看教练不太好。没自信的表现。对对对，看看教练的表情，我现在形势好不好，这个都是，如果你由此还接受非法信息的话，不接受非法信息。实战白棋是拖在这儿，对，看他进程，就是增强自信。然后当然黑棋这个也是长形，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退这样的棋。这地方黑棋走这个不太好，走这个被他这里刺一个并一个再退回来，退回来，这个黑棋上边的棋形不好。当然黑棋是想下成这样，也不肯单退，觉得这里松缓被白棋顶上。对，不过这个棋呢，他走这个呢会产生一些变化，然后他团住，然后他退。这地方白棋黑棋是扳这下，那他如果走这个的话，那我就白棋有可能退在这里。对，是他是希望这个扳倒一下，然后再接上再打一下。那这地方白棋的转换是很机敏的，断进去，这样双方形成转换冲下来。嗯，窄一点。
好，家住。家住，嗯，这样，这个转换似乎也差不多。我觉得黑在这里能够打穿白棋的话，就中央这一带变厚了。嗯。刚才我说了，白的这地方有可能有的手段现在都不能成立。但是白棋这边呢，也同样得到加强，跟这个连上，这边撞伤，这边加强。加强，对，但是如果说。如果这个子就算被黑棋连回来，这一代白棋已经具有做活的眼位，嗯，所以不是白的本身就增加一点目数，稍微加强一点，嗯，就是这样。那就是说这个转换其实白棋差不多吧，哦，嗯，也没说获得特别大的便宜，是。但白棋拖了一手先，白棋在这拖了一手先，对，这个是白棋。就是说比较满意的地方，就黑白下了一个，现在又轮到白棋。对，我觉得这个棋这手棋的选点非常的独特，嗯，它是选在了这个位置，不是通常的挂角，这种挂角都不是，它选择在这儿，嗯，因为它有一个大飞的话挂上去，这棋或多或少还是在一个棋形上，嗯，没有集中它的棋形的对落点吧，哦，或者说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步棋，因为你走这个的话，它跳下来，它会跳下走这个，都行，跳也可以。嗯，这个地方黑棋这个局部的应手，嗯，除了我说这个，当然还有这个两个并，都是有可能考虑的。就是说，做黑棋来说，它肯定是要防止白棋在这个地方靠下来。看到这手棋之后，不知道当时谈笑的这个是一个对第一感是什么？刚才我好像从这个顶镜头看到他似乎挠了挠头啊。啊，是吧？这个不可能是不容易想到的一手吧。这个不说明什么问题，我觉得。那但是有可能说明他这手棋是他意料之外的，他可能觉得是在这边挂角。我看见他用掉了保留的时间，大概是。啊，他用掉一次。用的比较长嘛，因为我们这个。龙星战的比赛的用时规则就是30秒读秒，对，然后有10次1分钟的保留时间，就是你30秒不下子，嗯，然后过了，然后紧接着的那一次就是1分钟的读秒，那刚才他30秒那一次肯定是过了，时间想的挺久的，对，所以说肯定是他意料之外的一手，他是选择了这个并，嗯。其实这个局部还有一个下法，就是这个兵。然后兵这个，兵这个呢，以后这边会不会有飞了爬之类的？那当然，当然。但现在都没有的话，以后可能他趁机就会补掉。因为这手棋已经获利了，那这一代如果黑的有机会在小尖的话，也是挺好的一个棋形。他是兵在这儿。对，兵在这儿。那白棋这边，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比较好腾挪了。这边本身有靠，然后这边再点一点，好像眼睛挺大的。那当然，白的在这里连下了两手棋呢，除了刚才第一手的正之外，又获得了一个行棋的权利。嗯，那白棋现在靠下去，靠下来。嗯，这个局部，哎呦，我们看见黑棋搬出来了，哎，它是搬上面，我还以为它是要搬下面呢。对，搬下面是最普通的一个定型。那么这手棋的下一手棋。其实是必然的，白的一定会断。对，他是充分的利用30秒的时间。在想断了以后会形成什么样，嗯？那您觉得上边这一扳会在小范的意料之中吗？嗯，有所预感，但是应该多半在他意料之外，因为通常来说，这个外扳。这样的定型方式很容易被白棋取得腾挪，是啊，而且白棋上边还已经都有接应子了，这个，是一定要立长出去，哎呦，这几手他们下得很快，对啊，对，下得这么快，尤其弹下30秒肯定是没用到的，弹下是没用到，但是范廷钰似乎每步棋基本上用到了，对，其实我们从看他们这个落子也能看出他们心理上的一些这个想法，对对对，那莫非弹下这个下这手棋之后，这些变化都已经想好了吗？这一分钟原来是用在这边了，他可能是想好，他就准备你靠的时候，因为这个靠，白的这个时候靠的下法，黑棋是可以预计到的，嗯。然后他就准备了这个扳了断，是是，确实是很强硬的一手棋。对，
现在小范开始思考了。拐过。拐，我粘上吗？嗯，他应该说是不能藏吧。藏着藏，他其实顶一个你也没去想本身。当然还有个下滑就打了。对，这个转换不这样的定性肯定是黑棋好，黑棋不好。哎呦，这个也行，行也行，打我可以跑了。这个挺顽强，啊，这个挺顽强。然后没被打死，啊、对，气还够。这个白的可以脱先啊，这地方。我本来以为你是藏一个，我走这里，然后你再下。我开始以为白棋是压，压我更不能压你藏我，那我只能做这个。是一样，嗯。啊、哦，我们看见实战，当然这个是不能藏的黑棋。嗯。黑棋实战是。黑棋只能粘上。嗯。接的话，白棋应该会搬，应该会搬起来。对，搬起来黑棋这个出头。嗯、这个跳的。只能跳这个了，对。是。跳这个，因为白棋这个是先手，嗯，所以他应该是可以拖进来了，进角。你搬这个，他一断。对，这边有先手，各种先手。嗯、对，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你不能吃这个。对，我这两个都是先手。这要冲出来再踢掉，嗯。啊，你还是要把它冲断了，滚一下，是吧？我就说我万不得已，我这两个都是先手。那么实战现在是黑棋是跳在这儿啊，然后我看看见刚看见对小范拖落子了，好像这步棋他下的有点匆忙，因为我看他落子说这样落，这样落、啊、对，是不是没抓住子啊？是吗？嗯，反正我觉得小范很少有可能是这样拿着围棋子往棋盘上放。那估计是30秒一步，然后时间读到25、28的时候，那他只好这样赶快下上。因为现在的这些小棋手啊、嗯、我觉得他们在读秒的过程中，我要看他们下棋我是心惊胆战。嗯，读到28才拿子然后再放，如果这个就很容易这个时间掌握不好，就肯定就过了一次。所以有啊，是有过的，啊，真的有过的，嗯、对、啊。但是我看了几个人，他都没过，嗯，而且还不是28，就是25、28的时候，对，是1、2、3、4到7、8才拿子。我看他们下棋，我吓死了。他这个是很危险的，比较典型的，很危险。邱俊、胡耀宇，他这个。像邱俊、胡耀宇这样的棋手吧，他已经对棋中的这个性能啊，掌握的真的是比较好。是，因为他们经常要。据说我们的有些棋中，嗯，在就是一定要摁到某一个点，你的力量要在某一个点上正好能摁过去。有些棋中不够灵敏的话，你一下摁不过去。那我们比赛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那对于他们来讲，嗯、这个怎么办啊？有的时候就是被判超时负啊。哦，对、嗯，那其实他是摁了，但是没有摁过去。但是你就是这样。哦，还真有这样的惨案发生。因为我们有些棋中个别的棋中，一批棋中里面有个别的棋中、嗯，可能质量上也不是很过硬。他在某一个位置上，你稍微使的力量使得不巧的话，你没摁过去，你久没摁过去，他10年出来，按照规则你就要被判输。那可是。不是棋手的问题呀、啊嗯、那其实也不能说绝对不是问题，但是中它就显示你超时了。哦，那没有一点人情可讲吗、啊、也有呢，讲人情也有，就是超时的那一方的对手、哎、对他就是同意他继续下、嗯、这肯定应该是没问题。是，我说到这个，我好像前不久在新闻上看到、嗯、好像小杨就有过，周瑞阳啊，对，对对对，好像就对方超时了、嗯、他说没关系，这个棋可以继续下。 可能是不是就像您说的这个计时钟的原因，所以他就那多半是计时钟的原因、嗯、对，因为就是说你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嗯、当然也有就是说中落子了，中没摁过去不把它判输这个理由也有，因为我们
以前下棋下围比赛的时候，都是裁判读秒的。啊，对，就是说，我要如果读到九，不是用机械钟来读秒啊。对，我们看到这首现在棋有点精彩了。对，他这个白棋碰上去，对这个碰，我看就是时间比较匆忙，因为他下完之后，他那个钟是连续点。就生怕摁不过去，就是您刚才讲的那种现象发生，所以他赶紧多摁几下。这个碰进来，现在这边就下面就是先手活了吗？很明显的是，你要办这个的话，他要连下。那下面这边活干净了吗？嗯。可以脱先了吗？这边基本上是活，但是还是稍微缺一点点。右下边稍微缺点，因为这个是先手，那么你打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它可以立。就是说，换句话说，你这个打是不能成立，它什么时候都不能。对，始终这个。或者你把它看成这两个就比较简单，白的交换掉，那么这个打是不能成立。但这地方是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去打四这里。然后你这个呢，早先呢你是不肯交换的。那么现在被他冲在这儿的话，你这块棋挺苦的。哦，就是活得很难受。活怎么活？不会不活吧？不活的话是这样，你莫非你要靠这个先手活，对吧？我现在不能打。对，现在我冲。然后这样的话是能够活，我跳，你再做活。这个白棋太苦了，也基本上不能考虑这个。但是。如果在一定的条件下，黑棋是有这个子的，打刺一下冲这个的棋，让白棋活得很惨。那既然这样的话，那这两个，但是这个扳有点凑白棋的步调，它下面就不好下。白棋黑棋实战是尖在这，这是一个正解。我想从棋形上来说是正解。对，如果白棋一直在这下的话，黑棋可能就会搜刮这边了。对。现在白棋连扳，这个连扳有必要吗？我想想啊，这个连扳不就等于人家打了下他断，就被人家打着了。但关系也不大，这个实战黑就是打这个。那等于被他打着了。那白棋是不是还是准备脱先的呢？白棋总不见得要补一个吧？不会，这个子怎么动？我搬这个。肯定要走一个，不可能碰一个不走了，被人就扳住了。对。那这个要不要交换呀？是不是也可以保留呢？差不多，保留也可以。保留他稍微有一点点担心的，就怕他走到这位置。哦，先冲啊！你还真的只有走在这里，这棋形不太好。他现在这个先交换掉有一点好处，你在冲这个时候，他可以往外走。好，就向外面出头去了。对。哎，现在我们看见这个画面挺有意思的，两个头已经全部把棋盘给遮住。棋盘的中间。这说明在棋盘的右侧可能双方的子力在发生急促战。对啊，就是小范刚好把那个我们看见了，稍微再退后一点，小范的脑袋，那我们就看见那个棋形了。应该是长了一个然后贴住的，是就证明现在啊，这个局部下的是非常的激烈，两个人都得头要进过去。进过去，这并且还不是正的，一般的来说，应该在棋盘的中间。但是他们现在战斗在边上。啊，站在边上就靠边。对。站着在左边，脑袋就冲左边；然后站着在右边，脑袋就冲右边。那么，如果站着在棋盘的上方呢？那肯定就是一个向下看，一个向上。不，如果像邱俊的话，我看见这样的，要有邱俊就惨了，他的脑袋就过棋盘的中间的一个天元位置的分界线，然后双手抱着头，然后就把顶镜头监视器我们都看不见了。对，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监视器要
讲直播的时候，就是讲邱俊的棋头比较大，我们头也大，他那个大头挡在棋盘上，我们讲棋的人头也就很大，看不见。那他的对手会有所影响吗？会不会也看不清？有一点点，对手有一点点影响。因为他经常一个招牌动作就是抱着头低着，然后就在思考。对对。那我想，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对手会不会跟他讲？抬起来高一点，回去一点。对呀、啊，这个会好像有没有几手跟他讲过？也几乎没有。那战斗如果在邱俊的这下方怎么办？不是，就是说，如果在他下方的话，邱俊的脑袋就不会过分界线。哦。对，如果是在上面，你想的可能会说一下，那你把我要下棋的地方都挡了，那肯定有问题。对，我就不好计算了。并且一般的话，他脑袋过中介线的时候，都是该他下子是。哦。啊，我们看见这地方谭笑是补了一个，这个地方这个当然是一个绷手。先让这两个子先控制住他，他的这个活动能力。我看虎一个。虎。他这边是要拖过吗？拖得过吗？到处都是很软的头，好像拖不过。拖不过吗？对呀、啊。拖不过。是我拖不过，应该是拖不过。这地方其实上方这一带，就是右上边这一带，现在被小范脑袋挡住这一带，就现在我回到棋盘打棋盘。啊，这个虎巨大。虎很大。还有一个局部的一个定型的一个棋，就是搬这个也是棋形的一个要点。那现在搬的话呢，白棋肯定就活下边了。对，有可能就飞进去。这个是一个适应手的一个棋，你如果靠着呢，它有搬过去转换。然后这边实际上还没有死，这个它可以靠出来，倒是这搬可能不是太好。您为什么说他拖不过呢？我为什么拖得过？你还是我你这拖过啊？对啊，如果您打我就这样子、啊、哦不 对,、啊、对我本来想着恰打您提恰打我可以接上、你不是自己接不对、是，但是这个这样就可以过了、我靠在这儿，你如果挖断我的话我就打过。对，这个我就很舒服的。对，这样就可以过。所以这个白棋也能出头，本身上边的话，这样也能出头，就是。我们看一下他实战的进程。实战，不过我觉得黑的有可能是下这个也是挺好的一棋。这目数又大。局部来说没错啊，我看他下的这，这个当然也符合谭笑的棋风，咄咄逼人。然后他就是，对，下棋就。比较凶狠吗？比较凶狠。他这个让白棋不好应。白棋刚才说的啊、刚才要靠这个活，那就太苦了。嗯。所以白棋实战，他因为冲这个的时候，如果晚些时候冲，那可能他会好得多。举个例子说，这样，他在冲，这个那现在白棋很痛苦，必须要跟着应。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稍微等一等，先问问他走这个。其实这个点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白棋正痛苦的呢，也是他也不可能随便下这个。哦，对，他让他走他都痛苦的时候、你这时候还来欺负我，那我正好脱先了。他现在走的，当然这棋其实黑的真的能在这里连下两手的话，白棋不好应就脱线了。黑棋我们看见他实战也打了，他吃一个，打了这的话，这块棋已经有点问题了，因为你如果接，他可以立，他如果你不走，他这个是活的，他要立，那这现在你不能跟着再走了，对，下边就一个眼，然后好像只有这外边尖出去是，但是这块棋现在也是力量特别苦。就没眼了，所以实战就这个地方是这样定型的。当打在这儿的时候，然后白棋也契合脱先，四副是可以去打在下面，对，是吧？打入下边，然后白棋小尖，如果通常压，黑棋就度过了。压的话还可能变成袜，是有没有可能？争子不利，这边争子不利，对，可以。刚才说的袜是这个争子不利是吧？他可以接上。对，这边争子不利。那他就长，其实也挺好。这空，
他已经打掉你很，他可以顶进去。嗯，下边的这个空就被黑棋捞了。对 对。所以不想让黑棋轻易的把空夺走，当打入的时候他就小尖。嗯。那现在左边这边需要再走一个才能把它全部吃掉，不然它可以尖出来。对，有尖出来的棋。黑棋现在是想出头，嗯，靠出来。这个，因为我发现这弹笑下棋是真的快，哎，啊，是吧？对，人刚一搬他就退一手。他是和小范，嗯，真的是在棋盘上形成很鲜明的对比。他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性格太着急了，所以说是有一点三十秒都没用到，那没用到。但我觉得这时间有点太可惜了。不，我是想，小范是我想一三十秒是用到头了。嗯。但是如果这招棋对付白棋这招压，黑棋这个时候如果要用掉一次保留时间的话，三十秒直接没路子。嗯。那他我就可以批评他，黑棋刚才那个长下的太快了。那我们帮他计算一下，看看他这手棋到底要用多长时间。嗯，很可能过三十秒。是吗？过了没？现在已经多少秒了？哦，没过吗？看样子是要过，哎，还不见得过，对，没过，可能刚好没过，对，刚好没过，嗯，也是很紧接的，因为这个棋为什么看到这个时候，嗯，看到就是压的时候，白棋压在这的时候，我会就是那么说呢？我觉得黑棋的下一步有点困难，不太好办了，是吧？我想看他有没有过三十秒。对。不过看他这么匆忙的落下这个子，可能没过。但是这手棋他是不是好棋呢？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因为这个局面下，黑的我的第一感觉得黑的已经有点困难，就是这个头不好出，嗯，有可能被白棋摁在里边。因为你长的话，毫无疑问，人家就继续压，继续压，来长，那就飞过来了。嗯，这个。你只有从这里飞过去，毕竟一手还没过，这个，好苦啊，这样苦的，对，二路挺苦的。那么我当时脑子里出现的，就是第一还有一个图呢，就是他跳，嗯，啊，跳，他跳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可以挖，哦，对，他粘上，他挡上还是先手啊，嗯，这边还有个段，对，对。那么刚才我看见了谈笑这个之后，我脑子里闪现了一个想法，跟现在我看见了，对，小范已经落在棋盘上了，像一样，对，因为您说了跳他挖，然后这个不是一样，如果你打到街上是一样，不能打到街上，这个棋形白的下来这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那他这个小尖没有任何的效果，那他这地方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说黑的不能出头的话，就是反过来说白棋这个小尖蛮严厉的，就能还能把它封在里面。嗯，那看来这个谭笑的这几手下得这么快，不是太好吗？但是他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也没给黑棋想这么好吧，这个可能比他好吗？那就这样长飞住啊。嗯，他就能往这飞，当然这个棋各处都比较薄，白棋要补的这个断点。嗯，这个黑棋不见得好，是吧？他走这个，我们看他实战。那他更应该多想想了，我觉得如果是怎么走都没有好办法，他更应该多花点时间了。嗯，打吃，粘上，哇，这个形状。嗯，效率不高，然后他这个白棋肯定成功了。他打在外面，莫非他打了之后是想断吗？我是打了之后想断好像不成立，这个被他尖死飞死，我都想直接来呢。啊，直接就想吃他？吃这个？这个有点太狠了吧？狠吗？扑劫好像没用。这个不是，你提的话一退你就完了吧？对啊，这眼位就已经不够了。啊，你是可以跑，这地方。跑。
跑，因为跑您打车这里边不是大头鬼吗？不是大头鬼，正好不是。那因为他这地方有个打车。哦，那这一般不是？对，我要搬运，搬运。挺有意思的，管这个。那就打劫啊！哎，怎么叫打劫？你跟我说一下，这劫能打？我这打车，你这个或者你这个给我开，不也不行？然后那您不是说不是大头鬼吗？那是不是大头鬼？不是大头鬼，不是只能打劫了吗？这个这么酷的，嗯，有劫财吗？不太可能有。不，打劫是这样一个劫，这个打劫你这不太好办，好像。我已经在考虑这是不是劫财了。白棋是这个局部还有一个棋，可以再拖打一下，这样。哦，这儿。再打一下。对，不是打这个，再打这下，你这一场我再接手。哦，那这下就比里边这个杀气长了。这我觉得白的师傅也是可行的。这个下法比较黑。对，就直接接他外边。不过好像小范基本上是 没想杀他是吧？没多想，就直接在这儿。黑棋是叫吃了一下之后，当然不能走别的，还只有黑。还得飞。白棋是把这个断点补了。那这个黑棋我觉得感觉又失败了。对，不算成功吧，起码是这样。对，那现在看到这个小范他们头又埋过去。嗯，小范我也很少看见他真的脑袋过半线了，也差不多过了。现在心绪也不是特别危急，可能他想把这几个这个死而不僵的子给拽出来。他是拽出来了，看见他飞了一个。对啊，所以说他才把头这个埋得这么近，想把这个对拖出来。可能是想把这几个子揪出来破人家。他这个地方是人家有靠这个什么东西？靠的话，他是这样，他如果这个先手的话，局部这就打劫，他也可以有先手，像是叫吃，他这个劫，然后他就这么团一个就打劫了。对，你要团这个也有打劫的意思，他可以先冲人家双交吃，好像他可以提在这里是吧？把这个提了。啊，对。暂时也没起，我看还可以靠呢。其实如果黑棋要靠的话，当时是能把它吃了，但味道感觉有点不好。但是是它这样，这里也许能够吃，但是这个地方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它跳在这你怎么办？怎么联络？对，你好像只有贴吧，走别的我这多冲断。对，那大概要贴。替我搬一下。我断一。你可能也只有断，因为你不断我已经，然后再吃。跑，这个怎么样？如果这个黑棋不太怕的话，对啊，黑棋不是连上了吗？我就虎一个就行。这样好像黑的不太怕。是，那黑棋师傅应该这继续行棋了。那如果这代没什么严厉手段的话，这个靠时空很大。你不走的话，他这下是先手，然后再把这个断点补了，或者补到这儿。这个和白棋这两个子已经联络了。哦，那把这几个子拽出来的话，那白棋上面的收获，那下边对黑棋收获不明显了。啊，白棋是这接了一个，黑棋是在这小尖了一个。啊，黑棋小尖，对，白棋接一个。白棋是现在事实上尖这个，黑棋这个接。哦，那这样白棋就连回来了，他再补一个中间。对，补这个好像补这个好，比这个好一些，就是只要防掉。对，把这个冲了断。他是补的。对，他是补这儿。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要走这个的话，
人家冲完以后，这个是先手。啊，就说这个头在里边是吧？也有可能是走这个，这个两个现在很难判断清晰哪个好。现在黑的挡吃这个，对，把这个吃掉。嗯。小范这个头埋得这么近，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他们实战的这个进程。嗯。现在就想着怎么把中间这块棋做活吗？对，中间把眼位做出来，看看他在下边小尖了一个。嗯、对。那他们俩这个头就这样。好像正好把棋盘给挡住了。我们现在只能是根据这个手势啊，感觉一下他们下在哪儿。哎，谭笑让开了啊，他想爬这个，爬下边。那这个地方中间做成两个眼，如果能就地成活，肯定是最好的了。对，就不用受攻。那一个眼肯定已经有了。那两个眼摆不出嘛，我看着其实差一点点。那中间这个地方小尖一个，这种看着眼位是够大的，摆不成吗？嗯，这个小尖还可以，好像。对，不是你还有这个呢。然后他要走这个的话，你是不是退？这眼基本活了吧？够，嗯。我看见小汉似乎是下在这儿。对，下在这儿了，正好，哎，说着谭笑就让开了，尖一个挡住，嗯，这地方白的好像他又不能马上拐，拐他就这样吃，有点薄，嗯，那还是别便宜这一下了，直接活吧，那他好像长了，嗯，那就是觉得这块棋做活没问题。不用用这种小尖这样在里边，嗯，有点想扑啊，把他这只抓起来得了。哦，扑。那就提一下。提，我走别的，如果不理你。不理我。你去接上，不是吧？我走这个。哦。然后我想是走成这个样子之后，想不理你了。哦，我还想提了，让您吃到这儿，我脱先。但实战黑的也没有下那么强，嗯，因为他直接就挡住，那白棋这局部是先，有了这个长，他眼位也比较好，以后他是可以吼在这儿。那就不用怕黑棋这个先动手吗？黑棋这个有先手意味，可以跳进来。啊，这个是现实，这地方也。那白棋的眼型好像都没有了，似乎觉得白棋应该补一手。嗯，白棋不。对啊，但白棋这个也很大，捞得够猛的。这个是要捞，不过这个不能走，黑棋下来，白棋怎么办？这上面不能给黑棋多成功，嗯，这手棋太大。但抢了这手棋，那黑棋飞进来怎么办啊？这个顶一个又是先手，这块棋，这周围都是黑棋的。那他跑吧。我死还不至于，就这一块棋。我觉得黑棋要破他眼了。啊，嗯，肯定得攻他吧。但是你现在的话，你说说不定他会冲断，就弃这个。这几个子就不要了。啊，你还得先交换掉，嗯，这一类的棋呢，得先交换掉。然后那我就先顶了之后再。顶也很痛的，对吧？先顶这个，你这个先生没有。飞的话，您冲我是不是？如果是把这几个子弃了，我也就算了。这样，你先省，我可能就真冲你。然后就这样。哦，这是。我看这手棋，谭笑倒是过了30秒了。过了是吧？嗯，这个是一个。看见他，嗯，这个重点是吧？分歧点吧。他到底是走？走哪条路？哦，那我们大家对，嗯，我们大家刚才看到这个顶镜头啊，嗯，显示了一下，应该是下到了外面震一个。嗯。好，小范是从这边靠出来，里边做活他不满意，他还要出头。也是针锋相对的，就是说黑棋想着我也不吃你了，我就封住你，然后让你在里边活就算了，但白棋不肯。其实我觉得似乎白棋是在那虚晃一枪嘛，
他并不是要这个职要有什么生路，或者说要他是不是想出头呢？对，他想见机行事呗，就是白起想还是想做活，实际上并不是说想反击到什么程度再靠出来。嗯，然后我刚才又看到谭笑在一路搬了一个，我就觉得怎么这么鬼呢？这个现在就靠一个，这感觉上面是焦点，他怎么跑下边去搬一个？这是不是想把小贩给搞晕的？嗯，还是哎，这搬一个小贩就跟着硬了。嗯、对，不硬黑的下来这个点你也很痛苦。现在那中间不是焦点吗？我怎么感觉中间是焦点，但是主战场，但是这个时控不舍得被他拿。对对对对，这个说明这两位对决者的他们的判断是一致的。嗯，就唐啸肯定觉得我一路搬是先手，心态挺好。如果后手他就不会下了。然后小贩呢也觉得你是先手，我就硬了。但是小贩这时候硬的。他自己的味道也呢相当的好。嗯，对，不是猴着。他可以在刚才我们现在在屏幕的左下方，白棋有一个二路跳，这个跳可以把它放在再靠右一路。对啊，就是这样的话，就、如果从纯目数的角度上来讲，便宜两目。嗯，但是脚里如果以后，当然黑的你走在那里的时候，黑的不马上一路爬掉，以后脚里。有顶进来再接那三三的鱼尾、这个白起不太舒服、对，这个鱼尾一会儿我们再说。然后我就说啊，这个、其实搬一个考验对方啊，有的时候就是在什么时候反击、什么时候就跟着硬了，这个挺难判断的、哦，他做出选择了，小尖，他是尖，他是怕他不要。哦，他靠的时候他连硬都不硬了，实在他就尖到这儿。我们刚才从棋盘上看见黑的最后是下在这儿，刚才想这棋行了，白的本来局部是走这个便宜两目。对，如果黑棋同样是爬的话，比跳一个拖是便宜两目的。但是您刚才说这棋又顶了之后小尖的味道有。嗯，因为这个可能大约可以看作是他的先手，那我们粗略的看一下，粗略看他可以打出，这地方你就有问题了。这有挤，然后这打吃这一跳，有点鱼味，有点鱼味，所以小贩是挑了一个味道极好的一手棋跳，然后黑棋小尖，白棋跟着硬再顶住。这个局部啊，实际上当时白棋靠出去的时候，他是期待着黑棋是走这个。然后就这么吃，他是准备在这里反打出来。哦，就在这边，反正出来就行。黑棋这在后了也没有什么。嗯。因为白棋这种拆了的点都绝好。对，非常的扎实，已经想好了，有预见性的，中间黑棋会下得很厚。对。所以师傅现在黑的也没有打算。在这搬，让白棋简单的在这里取这个打吃，这样他肯定还是想着怎么能把白棋的对眼型给挤压一点。嗯，因为这边反正黑棋后确实吃这一个子也没什么意思。他怎么哇？他是在这儿弯。那从这一手棋是不是看出他想总体进攻呢？那这个白棋如果要硬的话，直接在这儿。嗯，白棋肯定要硬啊，对啊，不然的话有断点。嗯，不然就冲死。那这个应该还是要吧？既然之前都要了，现在肯定也要。我们看见白的是要。嗯。那接下来谭笑再怎么攻呢？我觉得不好攻这块儿，棋长一尺，无眼自活。这条龙有一尺长了。他下一步选点会走在哪儿呢？从外边大一点的包围吗？破眼位，我觉着这个他这是破眼位吗？这手棋冲本来就没有眼位，对、啊、打将有打将。嗯，我觉得这个在快棋上来讲，谭笑的这个用时方法有点太奢侈了。对，但是这个经常是一两秒钟一步就对他就下，然后花时间，对。再过马上下一步就花三十秒，嗯，或者打一将，
争取三十秒的时间。对啊，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用时方式适合慢骑，就是所有的时间都给你自己自由支配。他这个如果是每一步都规定的话，有的奢侈，然后有的就消耗掉了。以后得跟谭笑建议一下，你的时间能节约点吗？如果快骑的时候，三十秒要用足二十秒，多想想。虽然小范比他小三岁，但是在这时间方面运用的比他老练。对，这就让我们看清了，是刚才黑的又在右下角的位置挤了一个，让白棋接上。那这几手棋可能都是打将，他一直在想这地方到底是应该怎么进攻白棋呢。好，这怎么看都是活棋，他靠这个，莫非已经有点想强杀？对啊，我是没看出来中间这个想都不敢想会吃白棋啊，那靠明显是要走后自己啊。那靠完之后等待着下一手棋，他会祭出什么狠招，隐藏什么杀机？我看见小范的手势是脱先了，但被他脑袋挡住了。可能比如说从中央来破野，他可能会这样。那我就粘上。他是不是会从这走？真的就这么要吃人了，顶吧。然后退。这里边我不活吗？哦，对，您这个棋是先手。这个有一点小危险。这一带如果很厚的话，这边出路没有的话，有危险。哦，所以说他怪不得要走后之后就尖了，破眼，很直接。小范没理，拐下来了。拐下来，跟这边有关系吧？这边没多大关系，就跟这边有关，这一点也要出问题。一点的话，马上就黑棋只能靠这个活了，是吧？现在黑棋是好像是扑进去，似乎是。对，扑。白棋提。然后黑棋应该是在上面找劫了吧？虎了这一下是吧？看着是那个方向下棋。好像是。那。黑棋提。又提回来了。中央应该提回来。对。他要补，好，再补，这段是补了。那这个白棋就活干净了。对啊，白棋这地方他有接，接很舒服的，一坐也就是活。我这个主要能先手挡着，这个太愉快，所以好像黑棋还是把这个提了。这是逆收官子，他这个不大吗？是不是我还能搬这个呢？我想这边难道不大？提了的话，是不是白的也不敢出现？这是先手，就这么刺一个点进来是吗？不用，已经不活了。已经不活了吧？好，下边也运用不到。这个他什么时候挤一个是他的先手？这个对。白的补了，就黑的棋提这个的时候，白棋在上边虎了一个。对，这样是多半是活了，但是这个地方白棋还要腾挪一下，看看会下成怎么样。那现在就是焦点等于说又转到了这边。对。对，白棋搬，看到黑棋搬，白棋连搬。下面连搬。对，看他们两个人头都已经会师在中间了。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实战啊。小范今天的脑袋是一直在棋盘的中央。三十秒一步可能就是使大家的这个对心情啊得始终处于高度集中。这个黑棋二路断打了一手，这个也是
契合的一手棋吧，因为你不打这打三路的话有点气弱了，对，并且全盘的实控黑的不见得够。长，大概也要长，这个地方不可以让黑棋提起来，但是像这种长，那个小范我看用是基本上用到了三十，对，这个，是，但是谭笑的打吃依然是一秒钟。对，真得好好跟他建议一下。是，那之后白棋肯定要断打呀，上面也肯定要，那就是说下边就是这个长这个打吃都是必然的。然后可能把那个子打吃掉。我现在黑的是提还是接上好，很快做出选择了，可能接上确实也不太好，接上被白棋就跟着挡下来挡住，那白棋肯定他提肯定三路再打一下，打不着吧，别打了，会开劫呀，对，那就数劫财，谁怕谁劫财现在这劫黑的也不重。哦，对，确实这个白棋可能相对劫财会这个好多一点。哦，它是顶的，这个，都埋在这个局部了。哎，这一顶黑棋如果挡住它就点，挡住它可能会叫吃，因为刚才这个地方如果打这个的话它可以打到这，它接在这，但这个劫那就对，那就直接开劫了，那就重，看，对，黑棋这边有劫财，白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劫，我立是劫财，然后吃这边有几个，你这边还有几个呢，总是有的。可能还是黑棋，就是能顶掉还是顶掉吧，否则的话你看，大家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是个很重的劫，你要退的话我就一打就打劫。他现在走这个是有道理的，你挡住黑的是挡住，那白棋打吃，这个是一个白棋可以有一点愉悦的一个劫。黑棋不好走，下一手他怎么打这个劫呢？不知道这个下一手点在哪。打哪个劫？不知道，而且现在白棋可以续劫先提。啊，续劫，这一切肯定要先提，对。不是，他搬住的话，他好像也只有顶着，爬也没有前途。那就算挡黑棋也没有好棋下的话，那这个劫找起来，这个是这个白棋肯定会硬的。对，其实之前这个地方白棋黑棋挤了一个，这好似乎也可能是劫财，现在似乎要硬啊。对，不过确实现在是可以判断一下到底是粘上还是把这边补。对，有补的可能性，这个断掉也差不多25目够大了，啊，已经接上了，啊，粘上，那可能他主要是觉得黑棋提过来之后白棋唬住，他也没好棋下，过来白棋唬住，对，然后黑棋怎么去开这个劫呢？也挺难办，白棋如果唬住的话这个劫爬没什么特别的前途，爬得很重，就是你要这样，这个你死棋被他一搬，对啊，这个棋你要这样的话这太重了，我提然后拐还先手，这提在这里还有点，所以似乎我看着是黑棋没有勇气不好搬，啊，他顶了顶了，顶，其实这个爬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我就提了一会儿拐啊拐都是，都可以顺便提着劫，对对对，这是白棋就提劫就行了，现在提劫，提这个劫。小范确实感觉特别沉稳。两个人形成这个感觉，风格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那我想棋风可能也是一样。对。是很确实是这样。小范是属于冷静型的。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符。对。谭笑这个倒是跟年龄相符，因为他本来90后的嘛，93年的。
就是90后就要像唐笑这样。不是啊，我就说这个比较符合嘛。啊，90后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有激情，是吧？对，所以他觉得，哎，这首棋必然的，那我就下了再说呗。嗯。小范这个地方是没有提劫，就直接先拐出来。没看见黑棋有什么明显的特别好棋，嗯，然后在这边团一手，白棋中间还要不要再补一个？要补，可以补。那补一个，反正黑棋也要补，不然我有点。嗯，白棋可以中央扳头啊，啊，是吧？对，搬了这个天元的位置上。嗯。我想慢慢小范的头是不是会向屏幕的上方退啊？是因为它的形式？不是因为它形式，我想那个棋子快要落到它的前面来了，或者说是谈笑的上方。哦，那就说下边的这个战役马上就要结束了吗？嗯，不是已经走到天元了吗？在天元再下一路就是跨过中间线了。但是战斗似乎还在继续啊。嗯，在继续，这个是左边的这个完全搞不清，我觉得很看不清的这个什么一个进程。对，我觉得棋盘左边的这个战斗还没结束，中间好像黑棋左边有个劫，还想对黑棋想牵制一下白棋，看看白棋怎么走。然后嗯，这个应该没办法。感觉左边这个劫黑棋已经顾不上了，是吗？现在他现在中间战斗的这么要补过去吧？那这样的话，那白棋在上方感觉已经有眼了。如果有眼了，不就可以腾出手走左边了吗？嗯，过过去。我觉得现在这个谭笑速度肯定会慢下来。嗯，如果能看一下他们用时的话，看不见，那个桌面特别小。我怎么有一种感觉是谭笑的保留时间似乎已经没有了？范廷钰还有4次。哦，是吧？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用时的方法谭笑太有问题了。太有问题了是吧？总用时的话肯定是范廷钰用的多。嗯，我觉得应该是谭笑的保留时间好像没了，范廷钰还有4次。哦，如果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的话，那这个就能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嗯，我们因为离监视器离屏幕稍微有点距离。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嗯，所以现在看起来谭笑要比范廷钰更为紧张一点，因为他时间所迫，1、2、3、4的读秒。嗯，谁比谁紧张？是谭笑更紧张一点，不是范廷钰，你是不是说反了？对，我就说谭笑更紧张一点。 啊。嗯，他直接就拐下去了。这样，假如白棋都成活的话，黑棋还亏了。对啊，黑棋是亏了。嗯，中间等于说白棋在上面活了。对，那黑棋这边全都送进来了，现在没什么收获。是这个地方中间是活的吧？有一个眼了是吧？因为他的头还在外面。嗯，这个并且眼位它还挺好啊。这叫吃一下。嗯，那就粘住，已经没法拿住白棋了吧。哎，半下这个顶去先手。嗯，怎么办呢？我搬的话粘上吗？这是走这个。嗯，好像黑棋不太成。黑棋会搬吗？不会搬。好，黑棋看着了，它加进来了。哦，那这个比搬还要强硬啊，破眼了。哦，它可能是啊，意识到这边
亏损严重，要强吃白鸡了。但这个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白的中央的头还是挺宽广的。对。是吧？下边如果说已经有一个眼，它压压出来吗？压，你压这个的话，你中央如果压这个，我这地方有个指，这个斑就成为了。老师不是就离家也近了一点了？不是，我这有个斑，你有点讨厌。那这个地方怎么出头呢？如果不压的话？哦，他小范，你告诉我，他跳跳跳，应该没危险吧？看这条大龙从这儿一直到这儿，齐长一尺，不怕。就外边推的还不够厚，就是我这个地方压的话，也不好下。有断会的话就都要连回去了已经。哦，黑棋，黑棋靠在这儿，就是靠到这儿，看看白棋敢不敢搬过。继续捞这个。搬过的话，他这个应该是先手。我觉得这边都已经得了这么大的便宜，还有必要这么拼命吗？小范师傅听见你这个问题，就是啊，他回答你没必要，啊、他压贴一个。但是这个也实在是很大。但我这边的便宜这么大，这边给他来点，还他点。还有冲过来拐过去。哦，他是这边。那就说这两个转换，那我还是觉得白棋的所得会多一点。不是说每个局部便宜一目棋就够了吗？啊，那足够了。跳过来。这个中央白的几乎通连了。您刚说完几乎通连了，台下说我不同意。这还要把它挖断吗？好像断不了啊，我就打了补，它能断我吗？对呀、啊。是啊。挖应该他想守空，黑的我想想守住上边的空啊、哦，把上边这个加固一下，不然被虎过来这个对哦也会哦这个没这个时候那个小范很聪明、啊他查的没有这么仁慈说你想对啊你想没空这个有个叫吃然后尝这个啊、这个白黑棋这个都要被白棋吃了，这黑棋是要硬。这个斑它是有的。哎，有的，它接上。那这个它有没有必要再进去？这里边已经活了，对，这有一个眼，这有一个眼就够了。补一个，就黑棋好像下的是单冠，没什么办法。哎，真的是走这儿了。这个中央是确保一个眼，下边这个地方中央也有个眼，这白棋已经活了。活的话，黑棋的疏忽不大，这地方还要藏进去，所以把黑棋缺手棋，搬了吧，得接。然后要压缩一下黑的白棋的眼位，然后这样，然后再搬过来。正常应该会挡住啊。我的眼位要不够，如果够了的话就算了。你空够了是吧？对啊，我总觉得白棋的空是好的啊，他是挡住那黑棋现在肯定就扳住了，黑棋扳住，黑扳住这地方被他扳一下也挺难受。那有好办法吗？没什么好办法，总不见得现在走上边被他藏进去了。谈笑的只落在右上方哪个点？对，就反正它落在了在这个右上方。范廷钰头的射程之中，对。所以他看见了，看见了，他在这里。小尖，小尖。这盘棋他们经常会挡住我们那个看到，对，主要是被小范增加阻碍。主要是被小范的啊，这个也先手。对，现在冲这个。哇，现在中央的扳住还是挺大的，包括
这个左边黑棋这个冲，嗯，应该是不会落后手，白棋应该是拐。啊，那黑棋也拐。白棋还能再爬一个，黑棋比较难受。他的，嗯，直接虎下去吧。虎下来吧。不虎的话被他长气了，就现在一口气是很重要。嗯。不只是目视上的差别，可能还是一手棋的差别。哦，那这个这样地形的话，白棋粘上，白棋的目数也没什么吃亏。哎，就这样，我看看他是这样下的，应该可能就会下成这样。冲一个一拐，嗯，他又难受了。谈笑，既然现在在。用时间吗？他，你刚才似乎你说他时间用完了。我依然觉得他已经没有保留了。这手棋下得很长，已经想的时间很长了。啊，走到别的地方去。他已经走了。走这个、对。走哪里？他在这儿。顶一个是吧？他走这个。哦，对，走了一个。跟这因为我们看见的时候是已经是范廷钰落子了。嗯。这手棋打将吧。打将，对。所以他的时间。很紧张，小范你看也很注重目数，就这手棋，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好粘在这儿，亏目数上这现在是两目，嗯，这个呢可能是两目半不到一点点，黑白白棋，但是好处是这个挤有了这个接啊什么，这个挤是先行，嗯，和小范不看着这个，他走这个，哦，这边马上棋就像这样了，爬，嗯，这就跟我们刚才摆的局部的定型。应该说白的会打了劫，这个官子不便宜是收不过去的，嗯，肯定要打了劫。对，小范在时间这么充裕的时候，嗯，还是不紧不慢的。对，那相反呢，这个我就想说他要在这么紧张的时候，嗯，对，哎，小范还是很充分的利用，是他白棋把这个接回来，嗯，黑棋黑棋好在中间叫吃，咦，嗯，那上面那个斑也蛮大的，大大结了，黑棋把中间这个粘上，嗯，白棋也能把一个接回来了，然后这边白棋是要补一个的吧，哪里就是粘上，如果黑棋糊的，嗯，对，看谭笑为什么就下那么快呢，可以不走，不走是个打劫是吧，不走黑棋一路有没有可能黑着白棋在就是屏幕的右上方，刚才想黑棋要把它扳住，没扳住的地方它藏进去，哦，藏进去，现在形势有这么紧张吗？他藏进去更狠啊！哎呦，哎呦，藏这个还狠，对比您还狠啊，嗯！这个就把他的空给彻底掏了。那左边这个是怎么回事？现在，嗯，如果黑棋粘上是什么结果？黑棋粘上哪个？就是把劫粘上左边。哦，粘上那你死了，我一路一扳五，你不就完了？哦，对，这个是一二三口气，白棋四口气，那肯定不行。那一路扳的话，一路扳就打劫呗。就打劫了。我还能一路扑你呢。嗯。那现在战斗，哎，那谈笑算了，那嗯。哎，扳这个。对，那白棋可以二路扳过。扳过，扳过。当然搬，这还说是这样，没有，先上边先搬一下，嗯，小范怎么下那么厉害啊，难道他没有觉得形势已经大优了吗？我感觉大优，其实怎么样还不知道，啊，也可能挺细的，因为看这个小范下那么，这个搬的话他要断他可能接是吧，他现在冲出来，嗯，没什么特别了不起，他为什么嗯抠得这么紧，好像要亏吧，这个扳的这个交换一个便宜，我觉得他一直在给谭笑施加压力，莫非觉得谭笑你保留时间没有了，所以我就下点你看不清的，
也没什么特别项目。这形式不至于啊，现在是不是还得搬过呀？如果像是这样，要搬过吧，不搬过他亏多了。那搬过，他把中央就是，他像是始终如一的这个会计。哎呦，没有，他在这儿手虚晃一枪，没放上。不见得虚，他突然好像听见你跟他说要多用点时间。那您觉得他还会下在这儿是吧？嗯，我觉得他还会下吧。这个是能有的时候谈笑是这样的，就在那虚晃一枪，然后走走走，然后他又不走这儿了。啊，是这样吗？我小的时候喜欢这样，是迷惑对手，但是他好像不是迷惑。他也是，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他还是下在这儿了。我一般在那晃两步的时候，我绝对不会下那一步。我只是告诉别人，这个也挺大的啊，但是我下了别的地方，我特别希望他下那儿。但那是小时候，现在肯定不会了。所以谈笑他们这个应该是真的，他是准备下这儿的。这白棋中间是要补一个吧？中间。中间要补，眼位不够，不补的话眼位不够。街上普通。对啊，街上还紧着黑棋气，多好啊！这个街上。对啊，我想接这个。应该会接，这个打字先生，否则的话是藏在这儿。然后这个气就松了。这劫也很关键哦，现在胜负。那这边，他可以不理的啊，对他可以不理。啊，不是不理，不是挺危险吗？行行行，没有，这个一样的，这个他这劫再打回去，对吧？先手把这个拽回来，还能补到这儿。这个白的成功的有点大呀。想走到的全都走到了。对，谭笑脾气有点好吗今天？这个靠也不严厉，是不是谭笑一对上范廷玉，首先心理上先有障碍？说输这么多盘了，有可能拖白棋接。然后他提白棋提接，白棋可以一路搬，这个接没什么了，再紧急他就接。你要走在这跟我打劫，花很多口气。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讲太轻了，对，就搬到这儿了。那黑棋是不是应该把下边那个子接回来，看他拖进去了？别被黑棋，别被白棋收了。对，你收了，对，你收一二三四五目，还是赶快粘回来吧。感觉这个形势，黑棋好像始终目数都不够的样子，感觉。但是我看着小范上边下的这么紧凑，我又怀疑，我说莫非这个形势也挺细的？对，这黑棋一路走过来也老有目数上的收获。对，但是总感觉好像被白棋便宜了。那我总感觉谈笑的是时间用时用的少多了，比小范。这个地方白棋粘上、对，肯定要走的。那下一步黑棋什么地方比较大？白棋是粘上。那黑棋会下到什么地方？官子黑棋呀，还是提回去呗。哦，再提回去。可是提回去，大家提来提去，对，提来提去，反正早晚白棋对粘回来，黑棋还要抢官子。对，白棋，白棋还在哪里找了个劫材？对，白棋找了个劫材。我们啊，下面是不是跳了一个？反正是现在是被谭笑头挡着啊。咱们一会儿就能看见，咱们先等等他。一会儿能看见吗？对，找了个劫，现在黑棋尖住。黑棋尖住，
没有，就是紧急的时候白棋体检，然后黑棋死，见到这个是吧？嗯，要走一个打吃。嗯。黑的还是想提过去一下。哎，这个一直都想提劫吗？嗯，劫。现在就收官了，双方。对，好像我初看了一下，还有点细。哦，刚才前一度一直都感觉好像是白棋很顺利啊，感觉到处都在平，但是仍然是一盘小输赢。嗯。黑棋提劫，对，白棋就粘回去了。这个早晚都是黑棋的，白棋早晚是要粘的，不粘的话，黑棋的权利对是不行。然后大官子在哪里呢？嗯，上面感觉要长。啊，是长了。这个要粘上，要粘上，对，一路扳接三遍。这似乎也是黑棋的权利，这种分享。但是你看，小范还很谨慎，还是在右上角那一路还没打吃。对，他可能是用别的地方在计算，这个时间也有可能在点目，嗯，来看看目数怎么样。对，打一下。对，但弹象马上就粘上。他数清楚了，我想问问他。数清楚是什么？目数啊，对。知道输赢，不知道是吧？对啊。对，有机会问问他。在快棋中也算那么快。就问问他。对。还是接回去。粘回来。嗯。现在大官子好像特别大的也不多了。对，但是中央这个官子还挺难收的，因为。实际上收官的话难就难在一些中府一些未定型的一些地方、嗯、就这一带就是如何找出最佳的还是有点难，边边角角的话其实也跟那个布局一样，有些下巴都是定式、嗯、这个地方我刚才在看了一下，如果黑棋如果劫财绝对有利的话，就算绝对有利这个也不能成立，还两气劫，他不还劫，他有个这个，对，是这个，是，他有个这个，连环劫把黑棋干掉，搬一下，因为你要走这个的话，那我就铺这个，他铺这个，提来提去了，嗯，如果你不给他铺这个，走这个的话，哦，就搬这个，你再挡住就后手死，黑棋如果再挡住，黑棋就绝不就后手死，哦，这还有个这么好玩的，这个、啊，对，那个。这棋如果黑棋想下来这拼一下的话，我接他有利可以绝不可以这么拼一下，但是小范给他准备了一个这手、嗯、对，所以这以后这个绝不可能就是收官了。 嗯长了粘上是吧，然后 他冲了，对，冲了一个，然后他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冲了两下啊，没冲这一下，对，冲了粘，然后再冲，然后再冲这一下，他是顶住了，顶上，对，白棋中间冲两下，棋中间这两个也蛮大的，很厚实，嗯，哎呦，这个好像是谭笑在打将了，嗯，你看他前头下那么快，现在要打将，嗯，每看到他打将，我都想说他一句这个。那是不是就中间提最大了？大，中间提大，嗯，嗯，还在考虑。搬这个，嗯、可能他意识到了这个团不行，嗯，拼是拼不了的。对，冲，吃掉。中间这两个应该是要提了，那是最大的棋，对，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嗯，感觉六目以上，
中间是吧？对，眼见的好像都有，这眼见的就有五幕，五幕是肯定有的。对对，这个六幕了，六幕。然后这边好像多多少少还能有一点啊，他提掉了。因为提掉之后，提掉本身应该算他四幕。嗯。如果这地方被他接回去的话，上边就是中央提掉黑漆、嗯。对，然后要把黑漆要打回去一点。那下一个还有六目的官子吗？白起留给白起的还有吗？左上角一个，哦，有个家，现在小范立了。这手棋会不会比六目大？但中间提的味道还有厚。这手棋比六目大。这手棋几目呢？这个白棋之后还有几？二路几？啊，比六目大多了。感觉几目？就刚才小范下的这个。感觉四五六七，这个就是挡住的话，我看看啊，一二三四，这这两目，感觉有七目，八目了，有八目了，对。咦，我觉得在这个小官子阶段，他们都应该是不太会有大的出入。有后手八目，打吃。黑棋走什么？他打吃。白棋立，黑棋下什么了？不是这样。好，立了一个，看看黑棋。刚才这一说，这个黑棋下在下边这里，我看见了。好，一判断这个目数。好，现在小尖。嗯。他谈笑是一贯的下得快。粘上。这个你真的可以问问他的下半先生，他的下一步都想好现在。也有的棋手是不是就觉得应该下就下上去算了？我觉得每个棋手的这个风格不一样，然后他安住这个下棋的这个状态，中央的目大概三四目棋是围上了。那就是说，现在目前为止最大的官子已经收到三四目了。不，左上角那个几。就小范刚才一路立了白棋的那个棋，嗯，挤过这个应该是后手四目，白棋拐黑棋唬住、嗯，马上这胜负就要明朗了。那由于还挺细的，一直没好好点目。对，现在我看他们收不是最大，已经收四目了嘛，感觉胜负快明朗，中间点一个。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可能中间收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要收那个几去了？嗯，冲冲冲冲，他一必然冲回来。对，冲，他肯定要粘上，这个要冲回来。还是要把两个提掉。对，应该是要这么收，但是小贩子这个冲。还在想，对，还没落下。现在没落子、嗯，这个冲还没落子。对，但是他肯定会更往下。肯定要冲，肯定要冲。嗯，很从容啊，这时间。提掉，是不是要这个了？就这个，刚才说的就这个。嗯。这个几，这个四目棋，因为挡住的话，很显然这个四目都是黑棋的，那么白棋几攻，这四目都没有了。白棋冲一个中间线、对，这个为什么要冲？冲了它要粘上、这个是权利。嗯嗯嗯，好、对，不能自己粘一个是吧？嗯，对，自己粘一个，接上，然后黑棋也粘上。嗯，就这个挤，对，挤上来了。看见小范的这个手已经放在这儿了。嗯。
现在谭笑应该在打，在点墨，不然的话肯定是打了打。点墨。对吧？因为我都看见一秒钟，我肯定就打了打下去了。哎，莫非小范已经点青木了？小范可能能够点青木。粘上。脚上，咦，脚上他还，我怎么看谭笑对想爬？这爬也没什么，就是劫财，对，多一点。嗯，白棋挡着黑的，黑的还是劫上，黑不劫财也没明显多。对，白棋立下去了。白棋立，对，也没多劫财啊。现在已经就先手一目了。对，这个中央有一个是三目的棋吧，刺一下，看把它把它挤断了。挤断，挤了一下，挤掉一目。中间虎三目是吧？这手是三目，对。行了，这个这下是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大家如果可以有空的话，也可以自己来点一下目啊。对，我们应该，我们要看着这个。跟上他们的进程，所以来不及特别仔细的清点。一路小街挡住。刚才这个曹老已经讲的是细棋啊，本来我一直觉得，哎，这不是小范挺好的吗？感觉都挺顺利的。往下还是挺细的，我点的比较粗。有没有细到半无胜负啊？好像是白的是好一些吧，白棋还是好一些。这棋应该是要数棋了，这么细的话。所以大家您先自己点点目。点目也是很重要的，我一直都说点目非常重要，因为我下棋经常点不清目，盲目乐观，然后就觉得哎这棋大胜大胜，到后来突然间发现哎这黑棋为什么贴不出来目了，我一直都觉得哦旁边15目15目，然后到后来就发现贴不出来目了。你的乐观的程度很高啊。对，是旁边十五目。对，我不能，有些棋手觉得旁边十目就很乐观了。哦，旁边十目我觉得不赢。那你到底是悲观型的还是乐观型？不，旁边十目我觉得我会被人家刮啊，还不能乐观。对，然后一看哎这旁边十五目这肯定赢了。但是下着下着就不一定。所以大家一块来点一下黑棋多少目，白棋多少。点镜头的话，有的时候被他们两位棋手的脑袋挡住。但是我想我们的爱好者一定就是局部啊，到底对对可以会记住。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是小问题，没事，你们挡一点没关系，别把整个棋盘都挡住就行。现在是不是剩下的都是先手一目的了？对。那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点目更容易一点。好数了。是。下边猴一个。跟他小尖一个交换。这个也不怎么样，那两个交换不也一样，总是这样的。他想继续挡，好像想继续走。也没什么走，不走也无所谓。挡上，挡上，挡上啊！哎，挡，那没大的是吧？左边还有个逆收一目，就黑的可以打赤，再一路爬进去。哦。那这地方哦要出棋的，对了对了对了，要小心。他要接，否则的话气紧了，被他打出了一扑，啊，有点问题。对，
所以要小心，时刻都充满了陷阱。黑漆啊，这地方都黑的，厚木还挺厚的。时时刻刻，双方都给对方留着陷阱。陷阱对。其实右边还有一个小陷阱，小小的陷阱。还有陷阱呢？那这棋真的是，直到数子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了。不然的话，只要棋没下完，都要慎重。真的是还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是这个地方黑棋这口气景气是先。啊，这个地方是有点了断。哎，这点肯定不行呀、啊。嗯。陷阱，陷阱在哪里？大家看出来了吗？我得看看啊。这个应该是一道不难的死活题，因为那这一共也没多少个点。是，就这个是黑棋的线索，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啊，哦，确实，确实不难。点完之后，先挤这个不就完了吗？这个地方。对，您一说我就。现在，谭笑是走的这个。嗯。这个只要不提就没问题了。那个、小范肯定看见了，这个不会看不见。就这里应该有一个。对啊，他可以先起这个就行了。这个白棋坏啊，小范就补了张，吃，接上。然后这个应该是黑棋的最后一幕，前一幕吗？这里也是一幕。啊，对。那是白棋下找最后一幕。啊，白棋能下到最后一个一幕。嗯。是吧？十、嗯，对，团了。四、团了。那对，把最后这个粘住。剩下的都是单关了。啊，都是单关，那就没有了，先单关。十。看一下，再移来移去。对，粘上。单关咱是不是也就不跟他摆了？然后咱们我来点一下目，可以。咱们也可以最后看他们数字，看他们数字、啊，然后我们现在他们在棋手在收单关，对，都是最后的单关了。啊、对，那么可以看一下大棋吧，看一下目啊，要数目、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刚才提过，先提过，三九、四十、四一、四二、三四、四五、四六、七、十八、十九、五十。刚才点过目的朋友一块儿看看、那个、是不是点的正确。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十二十十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这个地方是他做出的一幕。哦，对，这个是黑棋团住。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我刚才这已经给他点了五十六。五十六。这个地方。五十对五十六，那是一幕盘面六目。盘面六目。嗯。这棋是，我们看见牌面现在单关都收完了。对，他们是不是要数棋了呢？会数子吧，既然已经下完了，这黑棋牌面好六目，黑棋牌面好六目。哎，看见小范这个轻松的这个样子。第四届子棋杯似乎是在研究。八强战的一盘对局已经结束，现在白棋范廷钰。是白胜四分之一子，对他们现在已经在研究了，莫非不用数子了？他们已经点清楚。盘面六目。嗯，盘面六目，如果数子的话，是四分之一子，就是黑棋数出来子是184颗。其实我们中国规则盘黑棋的盘面六目，跟盘面七目数出来的结果是一样，都是就是白棋胜四分之一子。对，这盘棋最后那么细是，就是在我们看棋的过程中
最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像有点跟我们过看结果的时候预想有点不太一样。对，就好像觉得一直白棋都是顺利。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地方把空还破掉之后，总觉得白棋会领先的比较多，不至于那么细。对啊，在什么地方追得这么紧啊？不是，如果真是那么细的话，你用的这个追这个词是不是有问题？是某一个时期，因为我们没看得非常仔细啊，过程中是某一个时期还是黑棋占优都未可知，或者换句话说，黑棋靠了把这个虎掉的时候，黑棋形势还不错。因为黑棋后来的过程，我觉得是上边被白棋长了之后搬过，然后从观子角度来说，刚才哪一个是六目？当中提掉大概六目左右吧。这个是明显是八目棋，就是为什么八目棋呢？就是，我们把这棋拿下来很容易的，就可以演示一下。对，就可以数出来这个到底是几。这地方，假如白棋就是没有力的情况下，黑棋是可以加的。那我吃。只有吃。然后度过。那么这地方呢，上到这一线呢是只有两目棋黑棋，那么白棋只有两目棋，提到这两个黑棋这里有四目，一二三四。对，那么实战它立在这儿的时候，以后当然这个目数的边界在这里，白棋肯定补一个，这是五六七八目，白棋多了六目棋。那么黑棋刚才这个四目棋呢，现在如果挤掉的话就没有了，折半两目，因为我当时挡住的话我有四目，被你一走的话我一目没有，你四目棋目没有，那么这地方黑棋是两目，黑棋少了两目棋，那么这个手棋的价值是后手四目棋，那显然也要大于这个。对，这个是八目。对。如果说黑棋是加到这，如果加到不提这个的话，那这个胜负还真的还未可知呢。那看来以后这个开不能开小半下棋，太有倾向性。好像确实就一直觉得，这个地方便宜，那个地方便宜，他觉得这个对对对还是那么细。对啊，中间他出头，然后这边的便宜是拿着。对对，就是好像似乎这个地方黑棋没什么便宜，还是被白棋吃回来。但是这。最终的结果真的是大杀小输赢啊！范廷玉直白四分之一子获胜。对，这盘棋不过总体上给我的感觉还是，小范是以冷静取胜，过程中也是这样。对，而且我注意到，就是直到这盘棋的最后结束，小范的保留时间依然还有。还有保留时间，谈笑已经没有。谈笑是早早的就已经是早早没有，实际上就这盘棋。如果是用自由支配时间的话，谭笑的他的中面走的时间肯定要比小范少得多，他经常是一秒钟一步，小范一落子他马上就一步，然后呢在下一步呢他可能就花掉了30秒的多秒时间。是这个等一下是要问问谭笑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时的节奏，看来他就是一个比较这个自由的人。因为他在这个夏威夷联赛主将的这个位置上这么重要的时候，他经常一个多小时就只用一个多小时啊。那棋是快，我当然谭笑的才能棋才都没得说，棋感当然非常好，但话又说回来，就是他对小范，那么今天这盘棋下完之后已经是7连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对比较惊人的数字。那么也请就是棋迷朋友们关注这个话题，谭笑什么时候能够赢小范，能够开张。因为今年如果13赛季的新的赛季的围甲联赛如果开赛之后，那我估计您肯定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不希望，当然也是蛮有兴趣的，看看到底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面对苦手这么样强的一个棋手，对，就是对另一位棋手能够连败这么多盘，这个对一定是有问题。但棋手之间技术上的问题总有相克，因为我记得我们问过崔哲翰，中国哪个棋手最强，他毫不犹豫地说陈耀烨。
所以就是说每个棋手好像都有他就是他的克星吧。 有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就是差距那么大。嗯，我们总不还是这个谜团反正总会解开的。刚就是因为这两位年轻棋手之间的较量还会非常的长久，我们就看看对他们会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对啊，他们肯定会一直较量下去的话，那赢了这盘棋，小范就进入了本届龙星战的四强。嗯，好，那今天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